Hello， 小可爱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鱼豆姐姐。上期我们走到了沙漠寻找机器人，本想收服一只鸵鸟，没想到啊，我没有坐骑的鞍呢。小伙伴们和我说，让我先放一个鞍在坐骑上，然后啥坐骑才可以无限包啊？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是我点开属性以后发现，我的坐骑它没有鞍呢。哎呀，我记得打完龙以后的金罐子里才会有坐骑的鞍。好吧，那我就先不要这只鸵鸟好了，还是先收集地心碎片吧。哎，今天是个特殊的夜晚，哎，今天肯定会有好多的地心人等着我去征服，看到没，前面就是一个，掏出我的武器准备战斗啦。哇塞，一下子爆出了3个碎片，这也太 over 吧。哎，那边还有一个地心人，果然呐，特殊的夜晚地心人就是多呀。哎呀，我这附近是怎么这么多野人呢？你们想干啥呀？还想群殴我？正好这片有露天的岩浆，看我都给你们怼到岩浆里去，我烧死你们！想怎么群殴我，坏蛋！哎呀，不知道是不是地心人都害怕我了？怎么打着打着就都没了？难道是听到我鱼豆的大名就逃之夭夭了？哎，前面那个是粉粉嫩嫩的，原来是小粉羊。你哭啥呀？你看看我，好好的一个白白嫩嫩的小羊，居然被村口那个杀马特理发师给我弄这样了。啊，杀马特理发师，你这是染了个头发？哦，不不不，染了个羊毛吧？就是啊，又染料给我染完，居然不管我了。你别跟着我了，让我哭一会儿。那你继续哭吧。不过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可以给羊染色？我也去试试，正好我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染料，然后就要去找实验羊了。你们谁想做我杀马豆的第一个实验品呢？哎，你跑啥？都挤到我的化石龙了，你知道不？那我就换一只羊好了，就是你了。噔噔噔噔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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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惊呼变了，我的天哪，居然真的从白羊变成了黑羊，以后请叫我村口染头鱼师傅。太神奇了这也，哎呀，太好玩了。你等一下，我先把你盖起来，免得你跑掉。等我回去弄一个羊圈，我再把你带回去。哎，小伙伴们，鱼豆姐姐应该弄一群什么颜色的羊比较好看呀？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。迷你世界鱼豆讨厌专每日更新呢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关注哟，爱你么么哒。